漂亮，非常漂亮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咖啡厅坐下来享受风景。哦，这边真的好有感觉，我觉得有点冷。我们穿什么衣服？谁说的不冷？看后面这个建筑，这个山，哎，怎么拍这个？这个山不是这个山，这个教堂啊，教堂真的，对，它是很有名的教堂。其实你看啊，他们这些就是装修的地方，虽然他们是装修的，但他们搞得好像就搞了一幅画在外面，像是没有在装修一样。哎，行了，这可以看到我们那天拍摄 MV 的桥，哎，哇，哦，看到没有？有点远，就比较有点远，但可以看得到。我发现这里真的很多涂鸦，真的，我也发现了，乌克兰反正什么房子上面都有涂鸦，对，你看连水管上面都有，对，真的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挺好看，对，就也是算是特色之一吧，对。我刚一回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一个人看着你。其实啊，这些建筑，跟澳门的很像，就比较那种欧式的建筑。所以我看到，我一直在这里走路在逛的时候，我一直想到就是我的家乡，真的很像。